这是他们的总店，嗯，好可爱啊！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所以这个做出来是，这个叫什么？对，这个，没错。这个我们都叫长面包，就是外面它炸起来咸咸的那个。咸咸的。对。啊，它又像沙拉串一样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它就是营养三明治的主体，主体面包。营养三明治。然后我们做好是不是会先冷冻？嗯。啊，冷冻我们要的时候呢，再拿。让它发，然后发起来，发到一个通度的时候呢，然后就可以炸，然后炸的时候又会再通一次，就会你就会看到那个外面那个主体就变胖，对对，就变那个营养三明治的那个主体的面包，就是长的这样。哦，对，了解。反正等一下我也想要拍那个炸的部分。可以，你去跟他们讲，那你要配合你。啊，这个它裹在身上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面包。面包皮哦，面包粉，面包粉，对，很可爱，粗粒的面包粉。好，这个看起来很可爱。哦，你好亲切。不会，难怪一堆人来拍，因为店家很好聊天，很亲切。就我们就是当做你问我答案，就采访这样的感觉。对对对。欸，不亲切的我还不想讲话，不亲切的倒是还多数欸。可是我通常我拍的都很亲切，嗯，真的，我会想讲话的，我这一支会拿出来的，一般都是比较亲切的，不亲切我这一支我就藏着。有些店家很凶哈，哦，莫名其妙一大堆，就是生意好就会这样，然后会哦，对啊，人一定要符合人性的。就得那个，你稍微有赚钱，你要得意啊，要摇摆啊，这样才像人、啊。对，什么？这种就很容易。不行啊，要谦虚。不可以这样，但是就是很多这样的。对，你可以有荣誉感啊，可是不要。对啊。就是做生意好没关系，但是你就是。你要待客之道要有啊，不可以那么凶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知道说。你的生意也是客人对，今天如果没有客人，你就没有生意。对，也就是基本。你是有人支持。对。这个太可爱了。而且你，我觉得哈、哦，那像你这种员工真的是公司的资产。真的，因为有些员工他是很难讲的，就是例如鲨鱼好了。你知道吗？有些鲨鱼的员工，我不是指全部哦。有些鲨鱼的员工真的很摇摆，为什么？因为很难找到鲨鱼的。我还要花高薪请你来杀鱼、杀动物干嘛的？哎、对不对？杀鱼是有技术的。对，而且你还要赶哦。他处理的干不干净，跟你吃起来其实有差，会影响。哦，差很多，因为杀法就好几种了。Kill fish。他说水里的鲨鱼，花香鱼，好像鲨鱼。哦，看。海鱼呀。哎，这个是要炸的。麻花卷。等一下会炸吗？现在要炸了。现在。炸，等一下。好，好好。那有的人就会喜欢你的声音，喜欢你的谈吐，喜欢你的幽默，喜欢你的颓废，那都很难讲。对啊，我、哦、这很厉害。你这边全部的圈圈都要做完了。对啊。今天算做少了。平常都要做很多。那你会，你是那个有空就会回新竹，还是久久还回去一次？我有空就回去啊，我是去年才回来的。去年才回来。对，我爸我之前都是担心的。哦，了解。
啊，反正工作在这里、啊。对啊，因为我之前是在科学园区里面。哦，之前在竹科。竹科里面做咖啡吧。咖啡吧。我们是自己做，所以我才会知道说每个人需求是怎样、嗯，他们的 CP 值要是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。嗯。好好看，这个做完以后会变这样。应该说，新竹人要的是什么，我大概也都知道。嗯，新竹人。嗯，真新竹人。因为说真的，他 CP 值的东西要高的不多，很少。新竹真的是一个莫名的没有什么可以享受的食物，然后也没有风景的地方。因为之前我都是在园区里面做啊，然后做做做做，嗯，也是因为疫情然后分流，然后讲啊算了，回来这边，哦，先工作一阵子，以后要开店再来开店。嗯，新竹的房价也很高哎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还好，因为我在新竹我都住娘家，就也还好。嗯，因为我新竹我们那边，我在园区里面，我们是自己咖啡吧，要做很多餐点出来给那个竹科里面的啊，竹科很多都中南部，其实大家都知道口味是怎样的。新竹其实有很多缺点啊，但是它有一些小优点啊，例如说它没有那么拥挤，它不像台北那么拥挤，然后它很。哎、欸，它很贵啊，对对，很贵，不高啊。可是它那边其实最适合住人哎、欸，你全台都淹了，新竹还不会淹，不会淹水啊。对，它不会淹水。啊、对。除非拿个海水烫罐，所以你刚才讲我都打开水烫。对。它那边，除非是你海水烫罐才有用。嗯哼哼哼。不会淹水，哇，很难啊。对啊。所以新竹也算还可以啦，这地方是还可以。只是比较冷一点，风比较大一点。嗯。然后呢？我觉得新竹是真的好吃的东西太少了，然后东西又很贵，然后风景也没有，但是它就是一个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都市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园区上班的都市，所以啊，百货公司、啊、这个。而且它也不像台北说，你开车出去我你放心，你要哦，我那盒子不好停车，你连你要买一个停车位，来个3-4百万，哇！这边不会，新竹不会的。嗯，新竹不会。只是风大一点，这好好看。嗯，等一下我要去拍炸的。对圈圈，对圈圈。那个最高可以堆几层？没算过。我不会堆那么高了，不会，你会堆太太危险。不是啊，那个等一下还要封膜。哦。也不能放太久了。对，因为它会长大。不用满嘛，有就好了。有就好了，有意思意思就好了。所以这个是在炸？炸那个炸弹。炸弹。对，奶酥炸弹。炸炸弹。对。炸。炸炸弹，奶酥炸弹，炸弹跟奶黄炸弹。好，哦，所以你们就是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标记。对，不同标记。哦，两条就是奶酥。是左边那个。对。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有商业机密吗？没有啊。
没有，坐标记而已，无所谓。哎、欸，这其实这个也是让，这是让你们好分辨，还让那个我们好分辨吃的人是看袋子上面的。哦、了解。所以到后面，像这样子，它哦很好看的。它等一下炸完，它会不见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因为我们要装袋也是需要看得到几号的、嗯。了解。哦，这个记号绕很深哎，算游戏的。就是人家做贵的游戏，这种可以吃的色素。可是因为你们那个都长得一模一样，对啊，所以只能靠记号，它不能不见嘛，没办法让客人。还是你们以后就是用那个，反正就是这个包里面哦，要抽奖，你吃到什么是水记。有的人不吃那个，等下生气。对啊。生七七还是要好分辨。嗯。那边是。那已经 NG 了。NG 的。对，就是我刚刚住的这个已经太黑了。哦。哎、欸，它 NG 看起来也是很好吃。对。NG 卖三折。可以啊。你喜欢吗？我看一下。也是浪费。我刚才吃，就是蛮舒服的。好、啊，我拿一个来吃，这个。好，可以吃看看。好、啊。舒服的蛮好的。等一下，要戴口罩。哦。其实还不错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？卖相不好。卖相不好。嗯，还是很好吃的。我加起来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对。啊，如果有 NG 的就给我。好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。不会。不然就给吃鱼，好像是喂鸡。哦，会喂鱼啊、哦。鱼吗？这个是炸的，你可以看哦，因为鱼会吃面包啊。油炸的，这个品相看起来很好看。哪个品相？这个、啊。这个。你们的东西看起来就是，还没吃就会肚子饿。真的、啊。这好好看。这橱窗这么干净呢、啊？这，你们这橱窗是不是一直有人在擦啊？我们每天都在清理。这个清的有洁癖了吧？这一点，这个连我这个，连我这台十几万，都拍不出什么东西啊！恐怖。对啊，这。又有客人，哇，人也太多了。哦，回到家了。嗯，恐怖。说明一点是，全部都是老板请我吃的。啊，这个是刚有讲的那一位员工请我吃的。其实他们好像里面都是家族里面的人，都是亲戚，或者是他们好像儿子女儿都在自己家做这样。你看这个，我只是随口讲的，就随口讲一讲而已。
他就把 NG 品全部给我了。所以说这家连 NG 品都是绝对的好吃。然后冷泡茶，冷泡茶应该说茶啦，哦，茶都是可以这个，比如说你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或中风啊，其实可以尝试看看喝茶，会有茶，因为这个茶类的本来就是可以刺激你的血管，哦，这叫什么？有一些什么抗氧化物之类的的成分在里面，哦，那甜甜圈，我，哦，这个我一定吃不完了，不过我有特地要给朋友吃，我等一下每一个都试试看，哦，这个这个，每一颗都很精彩啊，哦，我来一个开箱，哦，主要是有六种产品啊，看一下，我把不一样的拿出来，啊，虽然，对啊，要把不一样拿出来，太多了啦，不一样的才来开箱的话，这玉米，咦，这两个有一样吗？这两个有一样吗？嗯，很像哎，欸，很像，可是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哦，这个有蛋，啊，这个没有蛋。再来，呜呜呜，这我最喜欢的藕啊！哎呦，一样的。这个一样的，然后这个也一样呢，嗯。嗯，我都搞混了。这个还有这个，总共有，他们好像总共有六种啊，六种产品，就这个，好，一只手能办事，六种 ，OK， 都很好看。嗯，来个封面，我用袋子先拿开。嗯，这个呵呵当封面很好看的，嗯，装置艺术了。嗯，封面，哦，这样。很好看 ，OK。那接着开始吃他们的那个每一个东西都很好吃啊，只是他们的爆浆系列啊，爆浆系列是中间哦，中间这个它是他们的爆浆系列哦，都是会爆浆的哦，他们。叫做炸弹啊，都会爆浆。啊，我没有买啊，可是听说就非常好吃，啊，只是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买，都是老板娘请的，每一样都是老板娘请的，就全部哦，冷泡茶，嗯，冷泡茶啊，还有这些，那个甜甜圈啊，传统经典这个部分啊。还有营养三明治，哦，全部都老板娘请的，所以我他把所有的货色全部端出来之后，我就已经不好意思再跟他拿了。对，然后我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嗯，因为之前呢都
都要讲很多话、啊，但是成效不彰啊。我现在话会越来越少，嗯，啊，这个是没有试吃的。的那个了，就这个不用试吃了，这个我之后会把它啃完，因为绝对不要浪费食物，因为浪费食物会遭天谴嘛。啊，然后再来是，我先从简单的开始啊，都吃到满桌都是，我们咬一口就好了，因为里面完全都是一样的。啊，被看到家里面的布置。讲了也没差啦，我的手机啊，另外一只手机导航用的啊，这个糖尿病啊，糖尿病也在讲。OK， 我先吃看看。哦，嗯，哇。这叫什么？麻花卷啊！那这个比例啊，它的面皮啊，他们用那种很大台那个机器，然后那些糖量啊什么的全部都称过，糖量啊，用什么牛奶全部都称过。哦，这家啊。这家会被网络上疯传哦，疯传哦，所有大频道都会去拍，所有啊、哦、美食实录的啊，或者是新闻台啊，都会去拍啊、哦。新闻台大概能拍的都拍完了啦。哦，像他们墙上还要写什么东森还三立又去拍什么的，代表什么？这家它不是只有好看，你看这个。哦，人就是这么外貌嘛，哎、欸，外貌是人跟人认识的第一个门槛啊，包含就外貌包含气质啊，啊，包含你的谈吐举止在里面，哦，因为你的外表呈现出来的是你从小到大价值观的结合，所以你看嘛，为什么有的人不好好走路，啊，那个，嗯，是螃蟹附身嘛，啊，为什么不好好走路？他身体有问题吗？没有啊，他人格有问题啦。他就是，觉得这样子很张扬，很厉害，别人要叫老大，所以他横着走路。他不是肾脏有问题哦，有可能肾脏有问题啦，只是更多的是一个从小到大被培养的一个人品、一个价值观的总和。人的外貌就是那个总和。所以你看，有些人长得很丑啊，可是他的内心是好的，哦，他表现出来了，他散发出来。哎、欸，有的人长得很难看，可是他有领袖气质呢。啊，有的人有的人有霸气，那身高只有140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绝对不要以貌取人，你要看看一个人的整体。哦，啊，不啰嗦了。我啰嗦过后都会说不啰嗦了。来，甜甜圈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我吃看看。一只手难办事啊，体谅一下。啊，我摄影器材很多啊，啊，所以我摄影器材现在又拿不一样的了，有没有发现很广角？我摄影器材啊。信不信我已经花掉超过百万了，应该有150万了。嗯，但是我诚心跟如果想做 YouTuber 的人讲，你画质好越好，感觉越商业。哦，我就问了，我最喜欢问人的，今天要你去看一个人，哦，去吃山珍海味，去吃鳖啊。哦，吃那个巨大龙虾，跟看一个人吃屎、喝尿，你想要选哪一个？你想要看哪一个？哦，我看太多我的东西了。哦，你就这样去看就知道了。今天我们看影片什么的，
那种太干净的环境，不见得会有人想看。而是制程如果很复杂，然后这个有独特性，哦，然后这个地可能满布苍蝇蚊子啊，你真的会持续看下去，你会知道这个食物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被蟑螂爬过，哦，啊，有一些龙虾肉被老鼠咬过等等之类的。因为人就是这样嘛，你看你小时候，你为什么要拿水鸳鸯，哦，拿炮弹丢进去青蛙的肚子里面，然后把它引爆？人都有一些潜藏的残忍，那些欲望破坏，哎，这是啊，如果用西方国家的语言来讲，就是哦，你的身体、你的内心、你的 DNA 有被刻印上一些什么魔鬼的标记。哦，人出生就有这种缺陷，所以你看嘛，我们台湾虽然你看起来表面上是和平的，治安还不错，错了，嗯，事情会越来越糟的，它不会越来越好。哦，你只要一直维持这种假和平，绝对会越来越糟。啊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，车祸没有得到理赔啊，杀人没有得到报应。然后有女生被骗身体，那法官有可能就会说：“啊，你不是认识的吗？啊，你怎么会相信他的鬼话？你会去想这些事情吗？”哦，有那个冲马桶的声音，那是我家的猫啊，我家的猫会自己冲马桶，所以会有冲马桶的声音。OK， 所以要去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机制。哦，例如说啦，我打个比方。你现在你以为你有正义感啊，你去讲美食，你拍美食，然后你讲美食的好话或者是坏话，你看差多少。对啊，你讲坏话有人会回应，有人会觉得哇你好感哦什么东西的，那你讲好话人家要看的几率就降低。可是我说真的，我都很诚实啦，好不好吃我都直接讲啦，真的，因为我觉得诚实是一个人的很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呢。对，啊，我只是比喻说，哎，这个好不好？好不好吃？好不好看？有的人会昧着良心讲，好，那就是在干嘛？啊，我炒这种东西对有流量，但是你要想，假设你是接业配的，那以后人家还会找你业配吗？再来哦。你讲这些话，那你不觉得你只要认识你的，你走进去店里面，那个人一定会觉得怪怪的，哦，那个老板一定会觉得好，怎么遇到煞星？因为好像新闻上有看过他，然后电视上有看过他，然后网络上有看过他，是不是应该把他赶出去？哦，讲坏话了，有流量，但是你很难站得住脚啦。哦，那我们再打个比喻，比如说网红啊，就踢爆游戏公司，啊，你觉得长期下来他会获利吗？他会得利吗？我们这个世界啊，在运行的方式，往往跟我们想的不一样。你做的心安理得，你讲出实话，然后你用，哎。最后真的会有好处吗？那很难讲啊。哦，如果人家势力比较大的，哦，先不要说阴招了，不要说阴招了，私底下把你冲掉，对大公司的那个花个几百万那个，好啦，点到为止就好。所以哈，哦，做人不要太诚实啊。但是你不诚实，你要对得起良心呢，啊，就是说，我们要找到那个公约数，又可以诚实，啊，又可以对得起良心，又可以对人有帮助。靠，我真的觉得这超啰嗦的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可以吃看看。嗯。这个面皮应该这样就能算无底了啦。
这个面皮真的很难挑出什么毛病哦。它这个茶奶奶这个，绝对每一个东西、每一个成分、几克几克的，都经过很非常非常慎重的考虑，非常非非常严谨的一个筛选，实在太好吃了，这个无敌了，我觉得没有办法再。就是以这种食物来讲啊，上不去了。我试试看。哦，可是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缺点，哎，掉到处都是啊，我真的会晕倒。哦，这，你看，啊，因为刚刚讲太多废话了，害我好想要继续讲废话。反正都废话嘛，然后我其实很有洁癖，所以我要一直掉，我会觉得很烦。啊，我跟各位说，现在是几点了？现在是已经早上了，因为回来太累，就直接睡觉了。好，吃看看。所以没有，我要解释的是，为什么它看起来有点干干的？事实上，它刚起来的时候，啊，包括前两三个小时都很湿啊。嗯，啊，它被弄干了嘛，哦，就好像什么，哦，你太久没有跟女朋友那个嘛，就会久旱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哦，哦，哦，哦。哇，哦，这个我可以打十个，真的太好吃了耶。嗯，哦，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你找不到他们跟谁拿的啊，太好吃了啦。哦，太好吃了。你讲这个，因为太好吃了，会忍不住一直吃啊。这个我保证你们了，一吃马上成主顾，这真的是美味的极致。嗯，我给最高评价。嗯，我不会，我一般在讲啊，都会说好吃啊，很好吃啊，超好吃。那我因为我都找名店了，这一家的有名程度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啊，重点是，其实老板跟老板娘也都人很好。啊，他那个翁小，哎，不要讲，反正就是他们女儿啦，啊，还有儿子啊，那个整个气质啊，说话方式啊，哦，跟你不一样啊。好啦，跟我也不一样了。嗯，哇，我看好，因为我讨厌手油油的。哎呀，我只要手一油哦，我就会很慌张。嗯，我觉得没送了，不舒服了。哇，欢迎的太多了，我开个两三个来吃就好了。哦，我是觉得。靠，你吃下去又啊，两个字解决了，极品了，嗯，极品，好不好？哦，吃看看，哦，哦，大甲芋头啊，我来听他们讲，大甲芋头，这个芋头啊。不要说什么入口即化那一类的怂话，它就一进去嘴巴里面哦，那个松软酥绵的感觉，哦，它就把你征服了啦，嗯，就要就这样把你征服，嗯，
剪断的时候减肥的路啊。哦，每一种食材，它每一种配料都精挑细选过，这就是人跟人的不同，店跟店的不同。什么不同？我想人跟人都有差距，店跟店也是一样。人跟人的差距就是什么？你比他多花一点功夫，你在做 Excel、Word 比他多一点细节，多想一个格子，多设一个函数。啊，你跟你爸妈啊，跟其他兄弟姐妹不一样的地方，你回家会多带一个伴手礼。哦，离开前多几句问候。哦，你下班后比别人多花个半小时看书等等的。一个人的个性会影响到他以后可以得到什么。那什么你都赢别人一点点，还有保龄球效应什么的，最后就会形成一个超级巨大的差异。哦，变成人跟人不同。哦，所以那种 loser 啊，不用怀疑，你会今天成为 loser 是有原因的，好不好？撇除那个家庭因素啦，爸妈欠钱太多的啦，哦，正常状态下，一个人会走到什么样的结局，走到什么样的结果，不要意外，哦，不要说什么天注定了，没有这回事。我在最后开这一个，那是因为你什么都输人家一点，懂吗？什么都输人家一点，你就没搞头了。哦，你要清楚这个逻辑。那种很厉害的人，我先撇开富二代哦，富二代弱的很多，哦，反而被保护下哦，费特别多。哦，那像那种白手起家的，对啦，运气会掺一些啦。有一些人早期那边炒房，炒到松歪歪，做伤天害理的赚多快。不是说我们说正常状态下，一个人如果有成就，你放心，那种绝对是这个他也碰过困难，那个也碰困难，啊，撞得满身伤痕的时候才变强的。人都是在痛苦中变强的，大家要记得这个定律。一定是在痛苦中变强的。舒适的环境，你只会想继续维持啊，你会想更舒适啊。OK， 哦，哇，安娘喂，这一家我给最高评价。嗯，哦，我敢说是无懈可击啊，大家自己去试试看，无懈可击啊，我真的挑不出什么毛病。这个蛋呢，啊，你像刚生的啊，没有了，卤得很好啦，那个蛋味超强的，哦，蛋香味，然后那个蛋黄绵绵的感觉，啊，这个蛋白啊，很有弹性，很扎实。然后这个玉米，哎，看仔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玉米绝对不是那种市场随便买的，它不是随便买的玉米。你看这玉米每一颗有多漂亮，怎么样？哦，漂亮的玉米，长得很秀，长得很完整，有没有？眼睛是眼睛，嘴巴是嘴巴，对不对？啊，喉咙是喉咙，我再吃一口。嗯，赞。嗯，无敌啊！这一家你吃过，你没有当回游客，代表你的舌头有问题啊。超好吃，超美味。那其他我不是的啦。那火腿什么？因为啊，我还要我要请人吃啊，没有办法全开啊。嗯，啊，这个啊，
这个我打算哦，以后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我有名了哦，变百万订阅，啊，到时候如果有粉丝，哦，我有那个什么底下留言啊，然后抽奖成功了，就送给你们，哦，啊，到时候可能是只能当纪念品了啦 ，OK。